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这种骗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名叫林志升，是这部短片的导演。在现实中，有很多人都乱丢垃圾。现在乱丢垃圾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。我们想做这个短片，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再乱丢垃圾，以免污染了周围环境。在这短片中，描述了两位基友去一个公园里面散步，他们在公园里面乱丢垃圾，一位小孩看得挺不顺，就叫两位哥哥停下来，叫他们请不要乱丢垃圾。这两位哥哥反而骂回他，那小孩吓傻了，是吧？夹着尾巴走。最让我头痛的就是第一个场地，我们在青年公园被猴子追，我们只好换了另外一个场地拍摄。像这种短片已经有很多人都拍过了，我们想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法来表现出这个短片的特点。在我们经过讨论下，我们想用搞笑的部分来突出这个短片的特点。我们在丢垃圾的过程中，已经的重拍大约七八次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短片，谢谢。